白鬼神完了几个月依然好挂住破凤白。2PM 演唱会又突然之间取消，连再见泽演进套他们的机会都没了。而家金科奖完了，不可以再跟徐理士波波了。啊，我的意思是不得再看金科奖和徐律波波。啊，如果你都有以上症状的话，我有办法。这里就是 JYP 附近，所以 2PM 和 Missy 都经常来这里，而且呢之前 Cube 就在这里对面，未变 Highlights 之前的 Beats 都有来过的。我觉得挺好吃，因为 Kimchi 之极呢佢啲泡菜酸酸地咧，就係最好食嘅食材啦。跟住佢呢一個，我覺得啱啱好。嗯，其實都夠香，唔係得個辣字。但係咧，我成日話咩啊？泡菜鍋最緊要係咩？有肉啊嘛。咁佢啲豬肉得嗰兩粒，嗱你食咗一粒，我食一粒，啊仲有一粒都流到啦啦啦。見到嘛？呢個一粒好啊。平時吃那些一大條的嘛，作為一個很喜歡吃豬肉泡菜鍋的人就覺得不夠咯，但它 有吞拿魚有魚那些的，不知道怎樣，可能那些都好吃，但作為一個豬肉迷的話，很希望下次可不可以叫它放上烤肉那些下去，一大條那個，你叫一份五花肉那些然後就吃下去，真的很香，真的好吃，泡菜好好吃哦。其實呢個除了泡菜鍋之外咧，我見佢仲有大醬鍋啊、部隊鍋啊，另外連烤肉嗰啲都有，都幾多嘢食，而且全部咧大概都係6000-7000 won一個人度，都幾平民化喎。就算唔係因為佢哋嚟咧，我哋自己嚟都得啊，有啲嘢食多啲啊。